买断是对我们将来说，即使我们留下一笔家产，那是另外一个事、嗯、啊。如果说经营性的，你还是哎，够皮的，够皮的。买断它多少？这边的停车场哎，停三年哟、哦。哎，这个总共多少平方米？一千多。它一层1700多，一层留360，才4000了嘛。对对。停车场是他们的哦。啊？这停车场是他们的。一个工地的，它是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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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联西镇的党委书记，也就是说这里的主官最大的，对对对。那戴主任，戴主任，林金光出来了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，代表那边主要，这是主要的了，这是主要道路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是闹区。这是这个镇的主干道。主干道。哎，主干道。那这一边就是比较适合刚开始，分四点嘛。四点的话就是做太大，先试试看。然后做大的呢，我们。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，金光闪闪。这边是谁负责？镇这个书记。这里面党委书记他们就是。哎，婆婆，林行光好大哦。阿姨，这感觉怎么样？但是很好，我太贴近了。我洗一下，洗一个给你来。一起，没，一起来。到了故宫博物院，三五门，我给你照一个，让张安去照一个。来，来到故宫博物院。上了，我给你开始照了，照了，开始照了。好，给你照，快大姐过去。啊、哦，我们雷教官终于来到这个故宫博物馆了啊！好，太好！你看故宫博物馆哈，你也去。哎，三束金光。有金光啦！哦。你来看，你看。看，从我这边看。看。哦，真的。来，过来。放下。其实我们常常照很多很多金光啊。嗯，哎呦，真的呀！对，真的有。以后我们还有很光的一片给你看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哦，明白。了解啊，明白。来，我要照到我自己。没有记着。金光。到哪会躲你啊？嗯。多少年？哎，可以。四环宾馆，哦，三束金光也是围绕着活佛。我们这边住了第六天了，60岁改成力不从心，就那个改个门，这个建个正门叫花甲门。34年是弘历，已经是花甲之年了。嗯，感到力不从心，哎，真的特别力不从心，特批此门，以减少皇帝行走之道，称为花甲门。你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，我也是感觉到真的今年的花甲之年，真的花甲60岁是不好了，哎，是有点走不动，每个人是啊，真的啊，是走不动了，真的。六十岁，你方便自己，也方便大家，方便别人也方便，哎，所以我今天就不进那个地方了，啊，那么累，那么远，太远啊，哎，老人家真不好了。那是这就行了，啊，就方便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真的是太大了，好。
太大了。自己照一照自己，你也来到这里了，你看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你看，我们两个画家之脸，画家，好可爱，画家之脸。没有票啊，阿佳。他说前那边也要要票，这边也要票，就这一段不要票。对，所以刚刚就把我叫回来走一走，我在那边站着聊天，我都不走这个门，他就今天就不走。佳，结果今天不走，你就说这个花甲子门就让我走。就是啊，我真不想走了，60岁了，我站在那我都愿意不愿意走了。对呀、啊，也这便方便之门多好。这个下午还跑那么多几个庙市了，哎呦。好，走，起。起。斋公，斋戒要斋戒用的，因为这个祭那个祭天大典啦、啊。饮酒，嗯，吃荤嘛，嗯，不敬业，嗯，内勤，内行。斋公，就是皇帝要斋是斋呀、啊，吃斋斋戒斋呀，戒斋饭，斋饭。啊，这边叫护城河。临行光啊！又出来临行光了，你看这个人，我就说他嘛。嗯，来来，别动别动。就让他照的，看到没有？有啊。又聊了。对，临行光。又出来。哇，一直射下来。真的、啊。对，太棒了，临行光，来，胡小姐，你可以来看。你去看，看我。嗯，蹲下来。看，这一束两束眼，这么大的临行光，看到。啊，看没有？佛来又看没有？长哈欠了，大的三角形。嗯，啊，老爷你看到了？嗯嗯。好，来给你看，刚看到了吧，何大姐？看到了。这真的，我们现场看到了。又照着我这大嘴巴。啊，没，眼睛光太美了。好美啊、哦！好。多照多。走追着我照干什么？但是问题光追着你啊，怎么办？光追着我照，又这么凶。来，我们过来。那个敏中啊。对，哎呦。太累了，不用上了，太累了，不要敲了。哎、太累了。他们敲就好了。这个就是真的嘞。嗯。这个是真的，我就说，我刚刚就说，不要把我的钟给敲坏了，就弄个假的钟在那里敲吧。哎、就果然他把真钟放在这里了。大清钱。这个真的这个钟声钟放着这么大的巨钟。哎，你看看临行光，临行光出来了，临行光在上面，你看去看，快看。临行光，大清乾隆。临行光在这边，看没有？嗯，连做的，造的。哦，这个钟才是真的钟嘛，对嘛，放在那里都敲坏了。上面是龙。龙。然后刚刚雷教官来敲一声大钟以后，结果接着就接二连三的敲钟。我说你。这样子为国家还有做点贡献，赚一块钱，每个人都来敲个钟就赚一块钱。还好这个钟在这边。哎，还好这个钟在这边，没给我敲到真钟，假钟在那，制造，哎，真钟在这里，所以不被人敲，只能看。好大，比雷教官还高，好大。好，我们照个相吧。他妈，我们糊里糊涂走到那个门，这个南门呐、啊，出南门了、啊。啊，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乾隆皇帝上次偷溜从这个县道上，旁边都有城墙，刚刚忘了照了。从这个地方跳墙出去，坐骑马跑出去玩。那、啊、今天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就很多佛会在这里送。啊，今天又从这边出来了。嗯，对，是啊。他就会带着你这样走出这个。对，南门。南门。刚刚我跟慧大姐手一牵她的恩公就叩拜，她就感觉到全身发热，很妙吧？啊，很妙。好多送，有没有？
出南门了，出南门了。姐我们不说了，我们哎，就是佛，佛就是慈悲，慈悲就是爱。信佛吗？我信佛，嗯、我就是信佛菩萨的慈悲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走吧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弘扬佛法嘛，佛法不离慈悲嘛，观世音大慈大悲，对不对？观世音大慈大悲嘛，就大爱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慈悲为怀，慈悲为主，没有关系的了。小市民谈爱，对不对？不宣传，他说不要宣传，我们就是事实的，这个种子就是发出去了。上天给我们这个沙尘暴，就是给我们种子给我们的开始。沙尘暴也是乐的，嗯，因为我们的种子没有根基，没有那个在哪里，在礁石上面，嗯，就是很光明磊落的放在那里。但是呢，天给我们的爱，它就用沙来把它盖，让它发芽，包住。嗯，对，包容，对，包容我们。包容我们不要紧，我们也没有寺庙，也没有地位，沙土之中包容了种子，种子慢慢慢慢发芽了。虽然是你蒙尘了，也慢慢发芽了。对，你看，不慌不忙不急，哎，一逛庙，菩萨就选一个人才给我来一个宝，又留下了一个这个宝，将来我们就聚在一起，就方便。我是个宝气，我不仅仅是宝，我还有个气，哎呦，我的气很大啊，我的气很大，勇气很大，你的勇气，刚刚那个勇气很大，和回大姐一样。回大姐也是这样，很有勇气的破除障碍。你的气很大，我到时候要渗透。我们讲渗透学。哟，他真是合我的胃口。上次在山东也是那个人，给我，我一定要给他。他说的很好。四月刺花，说的很好，又有趣啊，一个渗透，那个是刺花。怎么上天给你们都这么大的力量啊？还是当地的人。北京的人，这叫回什么？回大姐，回书会，回书会，哎，很好。你叫回大姐，你把你的名写一个，我因为我们太亲切了。哎呦，因为我们太亲切了。三束金光，一见如故。我们太亲切了，真的，太亲切了。对，太亲切了，太亲切了。有一个，我把我地址给你好了。要一个东西没有给他们看，就我们的四个人看。好。现在三束金光射到你们中间。哦，这样子。就这个皮月子，你看那点什么？啊，在哪里来的？这从哪里？这水最干净的水从这个深山里面来的。这里你这个叶从哪造出来的？这叶子也是就是在它自然的。你从哪里找这个叶子贴在脸上了？怎么会找的呢？你这样说、啊、怎么就是上天给我们的吧、啊、还有这个圣水从那、啊、你怎么这个叶子在脸上不掉啊？你现在没有了？有时候有时候它自己来，就跟这些东西一样的，它自己来的。哦，他是说光，他那个叶子也是个自然造出来的。哦，我懂他的意思。你看这个像。啊、嗯，这个光。啊、哦，他是说光。啊，这个光不是光，不是。明白了，难怪雷教官爱叫光，爱照光。今天照了这么多光给你看，就找是找有光的人来了。哎，还有，龙气，黄龙的气，别人都没有看见，我看见了。哦。黄龙气，龙气回来了，龙气圈了，圈的好厉害。圈但这个人没有技术啊，要是我来照，但是我不能走，他这个气就跟着我了，我照不下来，他捂着我的，你看到没？嗯，他参加我们的宴席，嗯，这是没有真心。龙王出现，嗯，你看到我以前没有，在那里给你我以前就是傻，我以前就是傻的，傻呆呆的一个人啊，但是过后他跟我弄上了标记了。就这一个人送的一把红伞我，这送了红伞我以后呢，红伞送了红伞我以后呢，就成了这样，就标上了那个标记，就是刚才那个标记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到那边面去聊聊去。走，还有一件事，好，来喝个水，要喝，不能在这里，那个东西。出来就是，庙里的师傅捐钱就是，道教呢是布施就是，拿钱就是，一样。道教的钱多，但道教不拿钱。
散掉了。佛教的钱多，但是佛教拿来盖庙盖做事业。佛教的庙你从两点可以看出，道家庙很朴素，哎，很朴素。它这是道德经里面的这个淳朴的。有信尊敬这个清水呀、啊。对对对对。清净无为为。清净无为为主。因为你坐这个太阳晒得这么难受了，坐这个阴凉地方，大家还可以给你调教调教。哎，没事，我这里是晒太阳。这是这两个文明建设嘛、嗯，一个就是物质生活提高了，这是一个；这个二个你要把这个思想。他现在的新政策啊，就是要从社会中。把社会上的道德思想提高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做工一样、啊、对对对，从工作生活中去提高人的思想品质。斗母天，斗母。对啊，金贵是拴红绳嘛。你比如说现在经商的大老板啊，干啥的，拴上红绳，锁住自己的财富啊。那么新婚夫妇啊，拴上红绳啊，走上贵子，就这么说。拴了，不拴了。拴吧。没有啊，不过是这两件。你看红毛衣，谁还快下来？你今年怎么这样子？说实话，你要穿的话，那我想那我们想穿一下。俺长袖还不少。好强啊！非供奉的地方，要求在开清宫修道的道士呢，要对朋友呢讲义气，对国家讲忠心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忠义两全之意啊。这怎么跑那么死事儿？知道没？哎，师傅，这里面最呛人。一重击到命，你们导师好讲，不是的啊，你们可以这样子，小鸟在别的上面就死了。啊，雕种不巧，他朝过来的是吧？雕种不巧，气种而至啊。我们到过云南朋友可以知道啊，云南有塔猫树，兔猫讲的都是同一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树啊，一共有四节啊。最后那个后王，那个雕刻的那个兽，哎，哎，给后王，给后王主兽啊。啊、哦，给后王主兽。主兽在过生日的时候给刻了那个兽、哦，刻了个兽，你看多大、啊嗯？传说的时候的兽啊，传说的兽当时发光。哦。发光以后吧，那个光照到什么地方，知道收光。你说这个我听，你看发光了，我这边都有鸡皮起来了，这边都有鸡皮发光，我收到了。发光，你说他说那个寸子，你站在你摸不到那个底下那个寸子。县级市，现在以后叫地级市的，叫也叫县级市。哦，嗯，以前是叫县。很有灵气啊，可以去拜。不过我已经拜到了。拜到了。哎，好。心诚则灵。对啊，我刚刚真的跟他，我刚刚给他说，这鸡皮疙瘩都起来，在佛经上记得鸡皮疙瘩起来了。正道不是邪道，正道，它是正道，正道。哎，我们的行李在车上吗？对对对，过会儿来一个车，把行李放在另一个车。这是云门，我们来到了云门这个山。啊，这个山呢，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个卧佛山，卧佛。那上面那个兽啊，你刚刚照那个兽了嘛哈，那个兽寸子都人一个大高个人在那摸都摸不到，那个寸子好大、啊、古人当初不知道怎么雕的。嗨，来笑一笑。这云门山。云门山。云门山。刚刚我们在那个饭店呢、啊、都是高官达官贵人在那里吃饭。是啊。你还在点名呢。你讲。馆藏就是县。在中国目前县级市当中最高最多级别最高就这一个，就这一个青州，青州，青州博物馆。我给你照照，你青州博物馆来到了，又照到光了。对，好，很多佛来，对，他照到光，佛的光又到了，每次佛来，对，没错，要不要来看看？过去看看，看，都是金光，有，这都大佛到了，大佛，对，知道吧？看见没有？哦，我们经常照到这样子的，哇，对呀，也是。你看这个菱形光，哎，菱形的光，对，很大，容易看到。对，圣母光，圣母者，来，我跟你先照，看，好，看到了。
啊，浏览好漂亮。光学，他在这边，那边没有。好，照到你们两个人。好，照到你们两个人。看啥看？那个，什么较美的那个四合院，我们准备做四合院的养老院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，跟这个格局也是很美的，很美。老人，就这么大的一个。车子，这种肉肉的感觉，它不是说是种树啊那种那种感觉，不是。肉肉的，还有脸中还有脸，左脸中还有脸，你在哦，最佳的位置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真是很像啊。很像啊。这个脸颊都很像。对对对，那个下骨的，那个腮都很像。哎，神乎其神。但这里是最好的饭。看看那个喉结那个，后面喉结还有个喉结，嘴唇上小嘴唇，你看这个嘴唇、嘴唇像的，像嘴唇，像嘴唇那个的感觉，啊，好像，还鼻子是个大鼻子，山东大鼻子，佛嘛，佛鼻嘛，哎，佛鼻，鼻子很直，山东大鼻子，这个就是侧着看，侧着看，你照他们吧，我觉得他们还好玩。你看，对啊，你看，他也要学了。怎么样？好像就闭目养神的了。啊，那休息。对，休息了。眉毛哈、啊。嗯。那个有肉的感觉啊、哦。哎，也不是那么的枯竭的。不枯竭，肉的感觉。这就是说什么，我在北京和你说的那个水佛就这样。实际上我来过就来过一次，我没有，我当然要道听途说了很多。你今天是第二次。第二次。你看他个眼，鼻子这边这个，你看他那个山那个有个褶皱。啊，褶皱对。你褶皱以后，你看他在这边有个褶皱，看着了吧？这个眼哈，这个眼是吧？上眼睛下眼睛都看着。这个雷教官，你来你也学他们这样看。味道不一样，这样看和正着看不一样，摁是。你现在正着看了，你来他侧着看了，歪下来躺下来看，快点，不是你躺下来像他那样躺，哎，又不一样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啊，那个味道不一样。你看到了？啊，你看这个照完相，哎，啊，这样看。这样看。哎，味道不一样，你看。不一样。味道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就是看那个脸上那个皱纹，对，你看那个山那个以后那皱纹都能看得。对，没错。眼睛那个皱纹，你看。哎，那眼上眼帘了呀。很眼像是啊，哎，大自然的美，大自然的美，眯的眼似的那个缝，眯的眼，而且那个鼻缝，你看那个鼻子那个缝，那个鼻子非常挺拔的，肉嘟嘟的了，哎，山东鼻嘞，对，肉的，人造的，啊，人造的什么痕迹在里面，现在主要是说不明白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，再怎么样它能保持这么久就不容易啊。这个照片哈，再怎么照没有我现场看好看。这边照片，驼铃千寻，这是最大的2500米。这个佛，这个是咱们这个景观是什么时间以后咱们发现的？5年以内，我估计还早。发现的。多少？那个是十年差不多。哟，十年，金哥太酷了。92年，对不对？哎，10年了，差不多。这个像很像啊，你看到吧？这个佛，整个一个山体形成这个佛头很不容易啊。那你看哈，你看看我们小姐在羊群里面，哎呀，你要不要做放羊的？你看好可爱呀、啊，好漂亮啊！好，哎，不对，刚刚我没有按上去，刚刚是很乱哈，再按一次哈，就是这样，看到了没有？啊，这是红的了，好，再拉近，这小孩儿，
把它取到原镜头，回去。好看了，好。啊，红了。那地瓜了，能看到那地瓜呀。在这能看出来，你看刚才。好了，照下来。刚刚他来问这个地瓜秧，我说这个地瓜秧的好处啊，就是种了地瓜秧不长草。嗯。结果没想到地瓜秧救了我的命。他说是啊，地瓜秧上来以后就没有那个草嘛，不长草，不长草。所以这个都是经验呢。俺屋顶都挂的，我等要吃可不可以啊？可是这个是烤硬了，是不是啊？生的。生的要硬了，你看你乐的，这都是你的杰作，你看照着它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呦我的老天，哎呦，哎呀，你来看，玲玲，灵性王光出来了，我妈妈出来了，我妈来了，那个三角光，灵性光，哎呀，刚刚照了一下，灵性光，哎呀走了，刚刚照出来一下，那个灵性这个刚刚走了，哎呀我妈来了，你看要注意啊，有灵性光嘞。圣母出来，看了啊，我给你找。我刚刚出来了一下，走了。哎呀，圣母来了。刚刚在那个造包谷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型灵性光出来，我正在这捕捉下去走了。原来妈妈老妈妈圣母带着我来走，难怪她说。真来是难怪你那么高兴了，在田里面蹦蹦跳跳了。哎，原来爬山也不累了。爬山也不累了，他说你怎么爬山也不累了，也没病了，你够好了。哎，没事儿了，跳跳蹦蹦的。啊，我说在这儿说村来的铁牛车，你们叫他叫什么车？三轮车。三轮车啊，我说他是铁牛车。哎，这个爬山啊，很好的，山咔咔脚脚的。哎，我们小伙子过来。你骑着这么大摩托车啊，那明天有空带着我去染头发去，我不要让人家看到我那么老了。弄不好我等一下就去了啊。这个是我的二女婿啊，照到了没有啊？找一找他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是无花果，无花果。石榴，这是什么树？是无花果。无花果啊。这个是无花果。哦，无花果。结出来特别甜。哦。这个无花果树多好。哦，这四合院，这边一个，这边对面还有一个房子。对面这是南屋。南屋。这上楼梯。南屋将来做什么用啊？这个放什么都行啊。嗯。就是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嗯。都是。没事。你原来装着太不要紧，你看看我大嫂又开始对这个那个是草，这个是。哎，你讲嘛，你们家的门儿真多。哎，老邓他的门儿多。哎，对哦，大哥说的门道多。哎，门道多。这个对旁边这一又是一个，刚刚刨了半天，这个是养猪场，你看的这一堆了，这个是正房的。门道多，门路多，哎、道道多，这又是个门，又个门，你看，这中间的一个门，而满处开，别人就说我你那么多口。为什么说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呢？它就是大概和这方面有关系。是，是道道多，道道多，藏龙卧虎。这个老邓啊，他道道就是多。哦，老邓。哦，老邓这个老伙计，别进来了，开爷爷那个。哦，从那边大汽车都可以开进来。开进，从这个家伙道过来。又打印又退又造又加上要啥呢？看我没谱。我压拉木头，从这个威胁光压拉木头拉印是六米长的。是。你看，全是石头，块石。就是前面这你咋回没过的？哎，全你看后边你连树都没有后边。哎，你们都来压水哟！你们都来压水哟！这好，这个省钱省力。哎，省钱了，浇地。你看看，省水省钱省力。这个屋子这么大，这么长，从这里骑到这边，旁边那个白墙不是，那个整个接顶加高。那靠这边这个马路出去，可以走。